你知道你不能老是不去上班吧？这老板把你开除了，多不好呀！所以啊，我跟强子我们两个是这样商量的，让你过来照顾强子，我回去上班。行。你们呀，早就应该让我过来了。行，妈，你说的对，以后啊，你就在这安心住着。这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不要再瞒着我了。我知道了，妈，你现在在这坐着，我给你收拾个房间去。啊，行，我去看看强子。哎，强子，今天我做的饭你喜不喜欢吃啊？妈，你做的饭特别好吃，好久没吃过你做的饭了。这一吃啊，还能想起来我小时候。哎呀，强子，我得说你两句了。 你受了伤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让兰兰天天在家照顾你，她也要上班呀。你得体谅体谅她。那时候我怕你担心啊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你。现在也是没办法了，我们家得需要人挣钱，所以只能把你请过来了。哎呀，别说这样的话了，这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以后就麻烦你了。你看你这孩子，又说客套话了。强子，妈，你们说什么了？啊，兰兰。 没什么，我跟妈聊聊以前的事儿。是吗？那强子，你在家跟妈好好待着，我去上班了。行，那你去吧。那行，你要需要什么，让妈给你去做啊。哎，路上慢点。怎么了，兰兰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有什么事儿跟我打电话，我走了啊。行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 妈，我去上班了。哎，兰兰，孙宝哥，怎么了？啊，兰兰，你这是去哪儿呀？准备去上班了。哦，上班？你现在去上班了？之前强子不是受伤了吗？你不是在家照顾他吗？这是我婆婆来了，我婆婆在家照顾她呢，我要去上班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个兰兰，这有些话我不知道这该说还是不该说。 孙宝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咱们都邻居这么多年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那行，是这样的，你呀，这经常去上班，也不在家，这家里有什么事儿，我估计你也不清楚。这有两三次了，我走到你们家门口的时候，总是听到好像是个男人的声音，能从屋里面传出来惨叫声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哎呀。
是我第一次也是以为听错了，我都趴到你们家门上听了，确实是。不是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那个尊宝哥，是不是你？具体的什么事我也不清楚，我就是能听到声音。那个，我还有事我想走了啊。不是，尊宝哥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？你不是上班吗？赶紧去吧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啊！哎，强子！强子，你这怎么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上班去了吗？还说呢，刚才我碰到尊宝哥了，他说老是听到咱家有什么声音，我不放心你就回来看看呀。强子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没事，你还是走吧。你都疼成这样了，怎么可能会没事呢？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兰兰，强子之所以让我来照顾他，是因为他的伤口啊发炎了，又严重了。怎么会是这样的？强子，你的腿前几天不是马上就要见好了吗？那是我故意那说的，我不想让你担心。兰兰，行了，既然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就告诉你吧。我之所以这么疼，其实是妈在别的地方求了一个偏方。偏方？妈，你糊涂啊，这偏方能信吗？你看他的伤口发炎了，我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，我想告诉你他又不让，所以啊我就找了一个偏方。妈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咱们应该相信科学，不要再信什么偏方了。你说强子的腿本来没什么大问题，万一不但治不好，病情又加重了怎么办呀？是啊，我也发现了，每一次用这个偏方上药的时候啊，他就很疼，所以啊，行了妈，别说了，咱们现在带着强子去医院看看吧，看医生怎么说。兰兰，这医院就别去了吧。行了，强子，你就听我的吧。